爸爸说你总是抠门。啊？我不抠门，哪来的钱给你们买玩具和零食呢？哦、难道抠门就会有钱吗？那我也是抠门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是抠门，门不会烂吗？当然是那时候好抠。爸爸，还是你去抠吧，反正你都抠习惯了。多抠点，给我爸买个二手车呗。啊？为什么？我爸天天骑电动车，脸都被风吹大了。哎呦我的妈！等攒够了钱就给你爸买啊，在瓜子二手车 APP 上买呀、啊，试驾七天不满意还可以免费退呢，第五个月还可以领取福利呢。哎，这钱哪来的呀？我净抠出来的呀。说实话，我就是从妈皮箱里抠出来的。我太难了。妈妈，什么是女朋友啊？等你长大成为一个好男人，就会找到一个女朋友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啊？那如果我不是一个好男人，会有几个女朋友呢？哎呦我的妈！有100个。day day 找你好。哎呀，我们远走，头发怎么全秃了？嗯？这叫绝顶聪明。哦。那我剃光头，那不就是聪明绝顶了吗？啊？不。那叫自作聪明。那是什么嘞？我是不够聪明呗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说一休为什么这么聪明呢？因为他没有头发呀。啊？头发跟智慧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不是说头发长见识短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我的头发短。妈妈，沐浴什么意思啊？就洗澡的意思啊。那沐浴阳光是什么意思啊？干洗的意思吧。哎呦我的妈！那干洗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不要问我，问大力。大力大力，干洗是什么意思呢？干洗的意思是不用水。妈妈，他比你聪明。虽然我很不想承认，但大力确实很厉害，他的语音回答就像个知识百科，以后不懂就问他哈。这个大力除了聪明，还有黑科技敷衍算法，能够随时智能调节灯光的，让你的眼睛就像在室外一样舒服，对放松眼睛特有帮助，还能帮你预防近视呢。有了它，以后可得好好学习，争取日后成为精英。妈妈，什么是精英呀？就是一遍遍锤炼，一步步脱颖而出，一层层过滤出来的人啊。一层过滤出来不是渣吗？晚晚是怎么家的？啊、哎呦我的妈！我太难了。姐姐，嗯 ，clock 是什么意思呢？不知道。我不是教过你的吗？每天早上早早叫你起床的那个，你再想想。一架。哎呦我的妈！快扭起来！哎呦我的妈！妈妈，为什么爸记性不好啊？啊？怎么不好啦？奶奶说爸娶了媳妇忘了娘。嗯，没错。哎呦我的妈！